OK，Hello，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派。参加部落对战，享受战斗的快感，收获丰富的战利品。OK，那么我们今天玩的是 Clash of Clans 部落冲突。然后我们来马上进入游戏，快点快点，loading 正在载入，快一点，OK。首领，我们的村庄被袭击了。What the no？为什么会被袭击，而且还袭击得这么惨？我要看回放。他只用了十个巨人罢了，我的天呐、什么鬼东西黑的？你是白痴吗？你是多白痴呢？啊！我的追击炮打不到了，What the fuck！我的追击炮打不到了，因为距离太短了。这样子就等死罢了，你知道吗？等死罢了。然后就在打我的套号。可是你们可以打快一点吗？我们这个巨人打东西就是打得这么慢。所以结果他们是因为不够时间的关系，他们是不够时间，所以才失败了。啊，算了，我的套话被他们打败。所以原来十个巨人，他们只需要用到十个巨人就可以把我打败的这么惨了、真的是有点夸张啊！拿钱拿钱。OK， 我最近不是最近，我这几天升了很多东西了，我升了，我的储金罐已经。我的储金罐已经四 level， 两个一个储金罐四 level， 一个储金罐三 level， 然后圣水瓶现在一个三 level， 两个都三 level， 两个都在 upgrade 着。然后我们的追击炮一 level， OK 不用讲，追击炮拿 up 的，蛟龙炮两个都三 level 了，很好。然后 OK 都是这样，都是至少全部都是三 level 四 level 了 ，OK 很好。哦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 review 了。review 了 Cancaster 部落城堡，我们 review 了，我们已经重建了部落城堡，然后我们就要寻找部落了，终于我们要寻找部落了，耶！那么这个 Clash of Clans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加入部落，加入新的部落是不需要得到申请，不需要得到批准的，你直接按申请就可以进了。OK， 非常棒，那么就马上来加入。OK， 加入部落。怎么选呢？我不懂要怎么选呢。算了，我们选一个比较多人的部落，然后 trophy 尽量也比较多吧。啊，随便，就这个吧。不灭村庄，不灭村庄什么鬼来的？啊，随便了，加入，那我们就这样加入了，就这样就加入进去了。然后来看看，公众聊天部落内部 ，OK， 我已经加入了部落了 ，OK。上班玩游戏，下班玩游戏，睡前玩游戏，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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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哦，有人要增援救兵，海里都耍，给你一个啦，给你一个吧，给你一个野蛮人。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多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骂出口的呢？不管。OK， 给我们有一个成就，是什么成就？帝国缔造者重建部落城堡，领取奖励，很好，拿到五颗宝石。OK， 那么现在要怎么做呢？
OK，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去打仗了，又要去打仗了，进攻。然后我们要进攻的是这个两杆大烟枪，单人模式，来吧。哇，这个什么鬼东西？那个就是所谓的两杆大烟枪嘛。下面一个加农炮，上面一个加农炮，感觉上不怀好意啊。这里你看到吗？这里有一个入口，这里也有一个入口，感觉上这里面一定有放着那个炸弹，不可能这么便宜的，不可能没有放，我觉得一定有放着炸弹，所以聪明的人会这样做。好，看他们去哪里。OK， 他们只是冲。我看不需要用到我们的，不需要用到我们的巨人了，直接这样子就可以赢了。OK， 很好，根本不需要用到巨人，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经过这两条路，爽啊！哦，果然，你看，他妈的，果然有炸弹！很好，赢了。堪称完美。OK， 果然是有炸弹啊！啊，我们的圣水瓶已经 level 4了，很好。那么圣水瓶 level 4，那么就 up 储金罐，两个小时，好久啊，两个小时。OK， 然后再训练军队。哇，为什么会这么多个？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个野蛮人的呢？那我太多了，不要，我要五个就好。好吧，我把他们移除掉了。OK， 不管了，总之我要五个就好了，不需要太多了。哎，我为什么一直按到这个？OK， 我们现在商店装饰，我们可以买这些东西耶。要买装饰品吗？装饰品是一种奢侈物品，算了吧，买就买了，500块，500个圣水，买就买。买来干嘛？我都不知道。这个火把买来干嘛？买来照亮吗？这个游戏根本没有晚上。这个游戏从头到晚都是白天来的，没有晚上的。OK， 那么就这样先，暂时我们先到这里结束，不是到这里结束，我们稍后再继续，我们等一下再去进行联机游戏。OK， 好 ，OK， 我们回来了，回到来 Clash of Clans。OK， 那么我们的。兵营已经满了，那么我们兵营已经满了的话就，诶，为什么才一个 Barbarian？ 我才有一个野蛮人罢了。 Oh my god，算了，没有关系的啦。那么我们我不想进攻了，我这次要做的是复仇，哈哈哈，我要复仇。谁打我？上一次是谁打我？是这个人吗？我们是要复仇，我要复仇，我要打败他。谁叫他来敢打我？可是看到他的样子，我就不想打了。打来搞屁啊！打来没有 resource， 是一大堆 trophy。要打吗？好像打了，好像等于没有打的样子。啊，算了，打吧，打吧。谁叫他来打我？我就要打爆他。
野蛮人去吧，可怜的野蛮人。Oh my god， 有炸弹哦，反！啊，我不应该全部放在右边，我傻了，我应该放一些在左边的，这样的话就好像有点困难了，我应该放一些，应该放一些在左边的，我全部放在右边死定了，这样的话。哎，你去哪里啊，先生？你要去哪里啊？你为什么要绕一个这么大个圈呢？啊，套货，打败套货就好，打败套货就好。哦，打败套，打爆套货了，好棒。好痛啊，铁了！拜托你们打快一点 ，please！ 可恶的加农炮！哦，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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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输掉了！啊，可能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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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啊哈哈哈哈，我赢了！哇，真的可以啊！可是只剩下几个弓箭手，好像打不完的样子。只剩下几个弓箭手罢了，应该打不完了。其实我刚刚不应该全部放在右边的，我应该放一些在左边的。我放了，我右边放了五个那个巨人之后，我应该放一些在左边的。可是我没有啊，啊，算了。快点啊，老大！赶不及了咯，还有一分钟罢了，五十秒罢了。哦，打不完了！你们去哪里啊？为什么要去那里呢？为什么这么蠢呢？他们全部，妈的，有没有脑的你们？啊，90% 啊，浪费了90% 了。你为什么跑去打窝？这两只傻老傻婆跑去打窝干嘛？96%，加油加油加油！180%，180%，加油啊！5 6 5，那哈哈，只剩下唯一一个建筑工人小屋哦，不气，还剩下几地兵罢了。我剩下几地罢了，我多打多，如果给我两三秒。给我三秒钟，我就可以拿到40 trophy 了。结果就因为差这两三秒的关系，我就拿到27 trophy。干你娘啊！什么鬼的意思啊？你现在是，你现在什么意思？这样子都有的哦，我的，我的复仇竟然是，我的复仇行动竟然是这么麻的，这么让人不爽。我要请求增援了，我不管，我要请求增援。哎，怎么打中文字？为什么打不到中文字的？OK， 我们回来了 Clash of Clans， 那么收集一些圣水。OK， 那么我们的钱已经蛮多了，我们钱如果到25000的话，我们就要直接去 upgrade 我们的套货了。OK， 然后这里看看我们的村庄。好了，那么我们的兵营已经满了。兵营已经满了，然后我们的金矿还需要10分钟40秒才可以完成，所以就在这段时间我们就去打了，我们就去进行游戏了耶！ Yeah， 我们来进行这个联机游戏。No， 太 noob 了。我们需要找的是 resources 蛮多的 resources， 然后 trophy 也可以拿到蛮多的 trophy。哇，这个好像有点不错，虽然 trophy 是有点少，可是还是不要了。这个好像不错哎，这个没有摸大，没有摸大，然后你说是蛮多 trophy 21也还好，中等。OK， 决定了，就这个。我们来看。What the fuck？ 为什么有一粒 bomb 在那里的？
你们可以打一下那个安德塔沃吗？为什么全部一直打那些怪地方？拜托打一下箭塔。OK。OK， 搞定。Defense 已经全部打完了，现在就等着赢罢了，等着赢罢了。下面还有三个圣水收集器哦。有 Goblin 的话，他们只是会负责专门打 resources， 他们打 resources 时候的攻击力是两倍，所以 Goblin 是非常适合拿来打 resources 的。堪称完美，耶、yeah！好多人说啥？哦，达成成就，在联机游戏中摧毁十座大本营。哇，我们这么快就摧毁了十座大本营了，他妈的太帅了！我们摧毁了十座大本营了。OK， 我们去训练一下军队，然后我们就要等我们的十分钟后，我们就要去 upgrade 我们的 town hall 了，准备去 upgrade 我们的 town hall。 因为现在我两个建筑工人都很忙，都在忙着，所以我们就要去 upgrade town hall 啦。我们稍后再回来。OK， 回来了，我们已经可以 upgrade town hall 了，25000个 gold， 按下去吧，只需要一天时间罢了，只需要一天就可以 upgrade 完 upgrade 去 level 4了， level 4之后就可以 unlock 更加多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这一集应该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吧，这一集好长哦，应该也差不多到尾声了。所以我们下一次等我们 town hall 24小时过后再回来，等我们的套号 up 成功 upgrade 之后，我们再回来啦。OK， 对了，我们现在反正也有兵队，我们就去战争了。我们去战争要打联机游戏，可是我的 go 已经不多了嘞。应该这样子搜索对手的话，我怕我搜索到最后我的 go 不多，这些全部都是这么 low 的，我不想打，全部这么 low 我不想打。为什么全部这么差的呢？ What the fuck？ 哇，老尾全部几百多，你要我怎么打下去啊？这个 ，Oh my god！ 我看我的钱会不够了，天哪！哇、哦，这个蛮不错，可是 resources 太少了啦，我不想打了。要不要打好呢？啊，还是不要了， resources 太少了，没有兴趣。更加少，他妈的！结果我的 go 已经花完了，我的 go， 结果还是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可以打的地方，妈的，全部都这么惨。算了，我们去打单人游戏算了。打单人游戏算了。哇，这是什么鬼东西 ？OK， 四个加农炮，下面有两个地方是有洞的。可是我决定左边放两个，然后这样子随便乱丢下去。
耶、yeah! ！哇，好快啊！我的天啊！我放太多 troops 了，天妈的！我放了太多了，根本都不需要这么多啊！他妈的，太夸张了！太快了吧！我的妈呀！啊，算了啦，不管了。那么这集就暂时到这里为止吧。我们下次大本营到 level 4之后，我们再来继续 Clash of Clans。那么各位，我们现在继续更多的 Clash of Clans， 大家再见了，拜拜。OK， 我们先训练军队哦，训练的时候就下次再见了，拜拜。